最后才唱这首歌，多谢收看追剧圈的朋友。也谢谢在收看快手直播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来到看到中华八号码头的香港海事博物馆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彭子娟跟我的一大团的朋友在一起在唱歌，在跳舞，期待有机会你们都来到香港的街头，在跟我们一起去玩的开心。 那么最后呢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，就是你们喜欢的《鱿鱼之光》，有请。人生一世一世，有几个知己，多少友谊能长存？今日别离到你，双双两握手。 也定能早已收，纵使不能会面，始终也是朋友。一起来，说有话理想，跟左两眉，不需要你，心中也只要有你，该不要你，人生于世上。
号码头的所有听众和所有听众朋友，想借大家的掌声给一给我们整个团队的，有英杰、阿威、Lingo、有边个啊 ？Lingo 呢？圆圆。时间俾你哋啦，一、二、三。自家自家爱你，自家自家支持你，自家劲，自家胜，自家好得你，自家爱得多。哇 ，I love you too， 拜拜。我哋一齐同 Jamie Chandler 讲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多谢收睇，下次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